赶快追！公子在那儿，快追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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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里并不安全，我们得尽快离开这儿。少跟我保持这么远的距离。
大娘，您看我的手受伤了，他这是扶着我呢。你们先喝点水，我去给你收拾一下。多喝点，都喝了，以后别总想着喝我口水，居然连饿了渴了都不知道。这嘉林第一公子变成了个大傻子，这忘情散在不喜欢别人之后还能变成傻子。师兄，你害死我了。你不会是练如厕都不会吧？别喝了。这种事我可不会教你啊。该教还是得教，来喝水吧啊。陈州，去哪里啊？我得自己去找。去五华山的官道都设了关卡，你还要怎么找啊？多派人手，我亲自追踪。爹，灵儿带走荣誉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也不着急啊？着急有什么用啊？你妹妹认定的事儿，无论如何她都会去做的。你挡得了她这一次，她会想办法再做一次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她明明很讨厌荣誉，恨不得要跟她撇清关系，但这次却突然这么反常。这里面怕是藏着什么事儿呢？你是块狗皮膏药吗？能不能别再粘着我了？哎呦，这吵架了？珍惜点呀，姑娘。姑娘，你这相好的长得俊，对你又好，不好吵架的。被子之前新晒的，你手不方便，我来帮你铺。啊，不用，交给我。想好的就行。这神仙小猫一看就是大少爷，怎么能干这种活？哎，还是我来吧。啊，对了，给你们做好了晚饭，放在厨房里，等你们吃完饭回来，这儿我就弄好了。谢谢大娘。哎，